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0面庚子就近转一号。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就近圆满的妙觉啊，它的一个转一的功德。那么这个转一的功德呢，其实是有两层的差别。我们先看第一层。第一层呢，是从刚慧帝到等觉菩萨这个阶位，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呢，乘性起修以后啊，明白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依止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个真如理啊，而升起的三见次，三见次其实就是戒定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到达的刚慧帝，就是根净不偶异习出干。调伏三界的烦恼，乃至到了等觉菩萨呢，这个时候呢，他成就了一个金刚意定啊，金刚心中得到金刚意定，就是他那个这个等觉菩萨的那个止观的力量啊，特别的坚固，像金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在金刚心中呢，又升起一个刚慧帝，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断这个无明烦恼的时候啊，是有重重担负十二种的差别，才能够穷尽妙解。为什么叫做重重担负？要两重呢？我们解释一下。第一重就是从刚慧地，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慧相软顶忍四谛到实地等觉，乃至于金刚心啊，它第一重呢？是断无明的正识，就是无明的烦恼的现行，好，这是第一重。那么第二重呢？他入了金刚心以后呢，他这个到了这个等觉菩萨的后心，入了金刚意定以后时候呢，他还要从前面再走一趟，他要从金刚心中的刚慧地、金刚心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软顶忍四谛，到刚慧啊金刚心中的实地等觉。来断无明的习气种子，他要经过两重啊，这个诸位懂了哈。第一重断无明的烦恼，第二个断无明的习气啊。因为就是我们好像说这个一个杯子啊，它装了酒啊，你把这个酒倒掉以后，它里面还有一些气味。那么都入了金刚心的时候呢，他要把前面的刚慧地的习气啊，再把它断掉，所以我们习气是最后断的。这个唯识学的观念也是这个观念。唯识学说这个俱生的种子是不能断的，我们地地都是断它的现行，只有到最后金刚道后一所空，这个时候那个种子啊，在金刚心中啊，突然间顿断烦恼所知障两种的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它两重啊，第一重断烦恼的现行，第二重断烦恼的种子啊。好，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整个修行的阶位啊讲完了。我们看集三，何解诸位次由三行所称？这个地方等于把前面的修行的位次啊，把它做一个总结了啊。分三段一。总以止观节，二正以三行节，三复以邪正节啊。四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欲，什么他众用诸如来毗婆舍罗清净修正见智深入。那么这个地方用整个圆顿止观来总结前面的阶位，说啊，四种种地这个地方包括了刚慧地到金刚惑心。那么当然他所经过的过程不同了，他所经历的地地的过程当然不同，所破的障浅深不同，但是他的修学的方法其实言教是完全一样的。就好像我为大师常常讲一个譬喻说，
你去钻一个墙壁，一个很厚的墙壁，它的结构当然浅深不同，越外面越薄啊，越里面这个墙壁的这个结构越坚固，但是它能钻的钻头是一个，就是一个钻头嘛，就是一路都钻进去嘛。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他所依止的智慧是什么呢？是金刚观察。这个金刚呢，就是依止不生灭心所升起的空假中的三观。这个三种观呢、啊，因为他依止不生灭心的、啊、乘性而起啊，所以啊，不可破坏，就像金刚一样。这个地方指的是能观的智慧。那么他所面临的境缘呢，是如幻十种身影中。所观的境啊，当然，菩萨的所观境有两种，一个是众生法界，一个是佛法界，啊，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这十种的譬喻呢，我们根据古德的注解把它念一遍哈。第一个是幻啊，梦幻的幻啊；第二个是阳焰；第三个是水中月；第四个是空中花；第五个是鼓响。就像那个山谷里面的回响。第六个是钱塘婆城，钱塘婆城就是海市蜃楼啊。第七是梦，就像做梦。第八是影，这个影像的影哈。第九是相，这个像是假象的相。第十是化，变化的化。总而言之呢，他把众生法界跟佛法界都把它当作是梦幻泡影，如水中月，如空中花。那么一指这个什么他，就是一心三指了。简单的讲，就是以一心真如为止了一指一念心性称性而起以心性为止，那么升起毗婆舍罗，而升起空假中三观。那么经过这样子的清净的修正那么什么叫修呢？我为大师说，称性起修，名之为修；前修在性，名之为正。那么如此渐次的深入，慢慢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假借外在的因缘，那么来对治心中的障碍，开显内心的功德，那么层层的，慢慢的，就像那个这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往内深入，最后成就妙觉，成就佛道。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圆教的修学，称性起修的思想就是。如幻三摩地，这个思想你要知道什么叫如幻三摩地啊，你就知道什么叫称心起修。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你好好体会，你就知道什么叫称心起修了啊。这故事是发生在最近的美国的一个大学生的事情。所以在美国啊，伯克利大学啊，有一个体操的选手。这个选手呢，他的名字叫做丹·米尔曼。那么这个丹呢，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看人家在表演体操，就是非常喜欢体操，所以他小学的时候就参加体操队，非常有天分，而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平常不是上课、吃饭、睡觉，就是整天在体操的这个教室里面练习体操。因为他生命当中只有一个宗旨，就得到奥运金牌。那么他也因为体操的关系，就进入了伯克利大学，他也在那个地方，整天就是跟体操队的人在那个地方练习。那么经过在一年的时间因为奥运之前都有一个会前赛，就是全国的大学杯，美国全大学杯的体操的一个总比赛。这个地方谁得到冠军，就代表美国参加奥运。那么当然，这个会前赛是最重要了，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要比赛，大家都加紧的练习。那么他在整个体操选手当中全校当中最看好的，教练最看好的。后来他就在将近要比赛的前一年他发生了车祸，他骑摩托车跟那个汽车相撞了。整个人飞起来，就把这个右腿给撞断了。撞断了以后经过复健花了半年的时间。
虽然慢慢慢慢也身体会，因为他身体很好嘛。但是他恢复以后，他又到体操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啊力不从心了。他已经没办法表现出他之前的水平出来，所以他的同伴呢、啊、也就慢慢的远离他了。教练也跟他讲说啊，你没有希望了，你要退出，你要永远退出体操队了，另谋发展。他非常沮丧，因为他觉得他从小就立定要在体操当中有所表现，要得到奥运金牌，所以他经常、啊、晚上的时候经常从噩梦当中醒过来，那个车祸对他的杀伤力太大，可以说毁掉他整个生命的理想抱负，甚至把他生存的斗志完全破坏。所以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间从噩梦中醒过来以后，他睡不着觉，他就在外面去散步。哎，走着走着，看到夜间的一个加油站啊，有一个老人家在为别人加油。他就走过去了，他说：“你整天这样加油，不会很累吗？”他说：“不会啊，我在服务人群呢，很快乐啊。”然后这个老人家加油完以后，就跟这个年轻人这个单聊，他说：“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他说：“对呀、啊，我受了伤以后，我一直不能表现我的水平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沮丧。”老人家说：“那你先放下吧，你现在也没事，那你干脆来跟我一起加油。”啊，为人家加油，我们可以顺便聊一聊。那么这个年轻人，因为他每次跟老人家聊完以后，心情就很开朗，两个就做朋友了。有一天呢，他要回去的时候，老人家说：“你明天早上啊，把登山鞋带来，我带你去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你看了会很欢喜的。”哇，这个年轻人因为心情很不好嘛，他想到美好的地方，当然心情很愉快，充满了期待啊。第二天早上就把这个登山鞋带过来，老人家就带他去登山，一路这样爬山啊，有说有笑啊，爬了3个小时，爬到了山顶。爬到山顶以后啊，年轻人说：“哎，你不知道让我看什么美好的东西吗？”说：“美好的东西就在你的当下。”结果那个单往地上一看，一块石头。他就把它拿起来，说：“这块石头吗？”他就把它丢掉。老人家说：“啊，你看。”他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挫折呢？”他说：“你呀，太重视结果。”他说：“我跟你讲说，我带你去美好的地方，你看一路走来，我们两个人聊得很快乐，欣赏很多的风景。啊，随着我们每一次的爬高啊，看到的风景都不断的变化。结果你看到一个石头，你把它拿起来要丢掉。那么就像你去追求奥运金牌一样啊，你得到了金牌，你还是要撕掉的嘛，就跟石头一样嘛，结果是会撕掉的。你奥运金牌，你今天这次拿到，你下一次就被取代了嘛，你还是要撕掉的嘛。所以他说啊，你既然喜欢体操，你就应该把体操当做你人生的历练，而不是去追求金牌。他说你的问题点，就是你得失心太重嘛，你要用体操的因缘来训练你内心的专注力、忍辱力，当做你人生的一个理想抱负。不要去观外境怎么样，把它当做你一个人生自我的完善，用体操来实践你，来启发你内心的完善。从每一个动作当中，你的身心的柔软、专注，来培养你内心的功德。那么这个年轻人听了以后恍然大悟，他回去以后还是继续的练体操，但是心态完全不同。后来经过半年以后，他那个时候就不敢跟大家一起练了，都是别人下课以后晚上的时候，他偷偷的跑到体操队去练。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要得到金牌了，他把所有的得失完全放下，专注每一个动作，完全用这一念心去关注体操，用心去体会。所以那个老人家说，用心去体会，不要用欲望，不要用欲望来观察人生，要用那一念心来观察人生。欲望就是你的名言分别嘛。你看我们前面那个一路讲来啊，六根六尘六识
产生一个事，事就在我们心中一直在动动动动动，一直在引导我们。他说你要把这个得到金牌的这个名言分别把它破坏掉，活在当下每一个动作。结果他开始练体操，哇，他越来进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后来他过去啊很多很难做的动作，比方说他从上面要跳下来的时候，他要练习三个滚翻然后才着地，他现在可以做到。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正式比赛的时候，教练本来不让他参加，他说你教练你站在灯光你看看我表演给你看。他结果一上去以后所有人都吓呆了，他的表现不但不会因为受伤表现比以前更好。后来他参加了伯克莱大学的比赛，得到伯克莱大学的冠军，又代表伯克莱大学参加全美国的大学，又得到全美国的冠军。那么他的成功呢，他很多体操队的选手去请教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以你们的技术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你们的心态错误，你跟我过去一样，你不能用欲望的心来做事情。他说我去训练体操就是要得到金牌，我要得到金牌我才能够感受我的人生，让我活得快乐啊。他说你这观念错，你欲望会让你痛苦，而且你事情做不好，你一直要一直不生的心，趁性起修，不要用欲望来训练体操，要用你那个明了的心来做体操啊！无不从此法界流，用你的心去做体操，所有的体操呢还是在追求自我的完善。后来他这种观念启发了很多人，就是你不要去管外境的成败得失，做你该做的事情，从人生当中啊去启发你内心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说的，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意，在一心真如的心中呢升起毗婆舍罗的三观，那么清净修正见识的深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么他这个是把前面的修行的位置做总结，总而言之都是依止一心真如，不要依止意识分别心。好，我们看根二的正理三行来做总结。好，阿难，如是兼以三真进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那么其实整个修行的位置啊，当然有浅深差别，但是能精进的能增进的就是三件事，就是憎恨严顿止观，助恨呢就是持戒还有楞严神咒。那么依止这样的三件事呢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好，那么这五十五位啊，我们前面讲了五十七位嘛，要把干慧地扣掉，因为干慧地啊它是路，但是它不是真啊。妙觉是真而不是路，因为妙觉是结果了，不能讲路，所以把干慧地跟妙觉去掉啊，就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看根三，复以邪正结，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好，你能够照前面的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欲呢，这个叫做正观。假设我们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用有所得的意识分别心来起观，这样子就是邪观了。你一开始是邪，你后面一路走来就是邪。所以楞严经修学只有一个思想，就是破你心中的名言分别，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但是不要被你的心啊老是被你的妄想这样不断的牵动啊，就是这个就是以不生灭心的一个根本思想啊。那么在这段当中，我一大师呢他的判定邪正呢他提出三个看法，他说以三事来判定邪正。第一个呢，严顿止观呢信修不恶名之为正，就是你在修行当中一定要信修不恶，
称性起修，前修再性啊。你所有的修行，依止一念心性而升起，最后还是开显你一念心性，以不生灭心，当本修因，这个叫做正。第二个，这个地方先讲安住的问题，第二个讲过程。知有三件事：正住、并修、戒称、寂寂，名之为正。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理观叫做称，事修呢这个持戒啊，那么这两个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一方面理观，一方面事修，这个叫做正。第三个，自六而常极而不生退却，自极而常六而不生骄慢。所以能够理事无碍，名之为正。在道理当中，我们产生信心；在事项上呢，我们慢慢来，点点滴滴，一天一天的进步。前面讲到见事深入，我们只保证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个事要见修，这个名之为正。三重的差别来判定邪正。那么到这个地方，整个修习位次就讲圆满了。我们看乙巳的结成精明，乙章言体言中言用。那么佛陀到这个时候，其实整个修学的内涵、修学的位次已经讲圆满了，但是佛陀都没有把这个经题啊，把它定下来，所以必须由文殊菩萨呢，这种大智慧文殊菩萨来提这个经题啊。那么经题当中呢，它彰显的三个内涵，第一个彰显本经的题，这个本经的题就是第一大科了啊，如来藏妙真如是言三谛离，这所依的离体，就是我们讲不生灭心为体。第二个言中，就第二科啊，空假中三观的正住双行，叫做中。用呢，就第三科的啊，讲到修行的位置，讲到功德利用。那么这个地方分两科，一文殊问，二如来答。看第一段，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即众生因何奉持？”那么文殊菩萨呢，代表大乘的实质就是真实的智慧，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在大众的法会当中呢，从座位而起啊。他就白盖佛陀，他说啊，我们应当要如何安立这部经的名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问经的名称。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呢，是问本经的题。第二个，我即众生因何奉持？讲修持的方法，这段是问本经的宗趣跟它的功德利用。第一个问是问题，第二段是问宗跟用。等于是本经的体中用，看如来怎么回答。回答当中分两个，第一个别答五明，第二个总答奉持。看第一段，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旦多波旦拿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言。这段经题呢，是彰显本经所依的题，就是我们常说的称性起修。那么，菩萨的菩提心所产生的波罗蜜，都是依止不生灭心而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经名大佛顶，这个大佛顶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前一念心性，就是不生灭心。简别，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能够根据六根去接触六尘，根尘碰撞。而产生一个事，不能意识这个，不能产生意识分别。所以你为什么修行佛法？只有一个理由，就依大佛顶而修。你的心都不能依外在的因缘。从楞严经的角度你说我为了要不忍众生苦不厌圣教衰修行佛法，这个都不对。这个意识分别心嘛。六根去攀缘这个众生苦的境缘，产生一个慈悲的意识分别，那么这样子都是属于生灭心，这
这个菩提心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的所依的离体就是大佛顶啊。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啊，明了的心性。那么悉檀多波淡那呢，前面的大佛顶是以显教来说了，那密教呢就是摩诃悉檀多波淡那，摩诃是大，悉檀多呢是白，波淡那是伞盖啊。那么大白伞盖啊，海光说啊，其实大白伞盖就是大佛顶，道理是一样，一个是密，一个是显啊。无上宝印，那么这个大佛顶性呢是无上之法。那么为什么是印呢？因为所有要成佛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以心印心嘛。如果你依止的心不是这种心，那你根本就过不了关嘛。啊，十方婆伽梵一入涅槃门嘛，前面我们讲过嘛，十方诸佛要成佛，没有一个人意识分别心啊，根据一时的冲动来学佛的，没有这回事情啊，都要能够明白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而起修的，这是一个无上宝印啊，就是以心印心的一个法门啊。那么十方如来清净海言，前面是讲所依的理性，这个地方依止这个理性产生的智慧，那么依止不生灭心产生清净广大的智慧眼啊，就是依止这个依止不生灭心产生空假中三观啊，这叫清净海眼啊。那么这个标题偏重在体，就是所依的体性。看用，一名救护清音度脱阿难，即使会众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片之海。这段的经文经题呢，偏重在功德利用啊。这部经有什么功德利用呢？是救拔清音。这个清音呢，维大师说就是清音眼啊。他救拔谁呢？这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阿难尊者，一个是摩登伽尼。这两个出的状况啊，佛陀才先说楞严咒，才先说止境嘛。所以这部经的主要的清音眼，当然如果说讲得更远一点啊，末法众生都是救拔的对象，但是他当时的直接的因缘的确是因为阿难尊者跟摩登伽尼的事情而先说的啊。那么这当中呢，是救拔阿难尊者跟信比丘尼。阿难尊者呢，他是一向多闻未前道理啊，背很多道理，但是都活在意识分别心中。信比丘尼也是淫心炽盛的淫女啊。那么这两个人，一个是烦恼很重，一个人是啊名言分别心很重，结果两个人因为这个教理以后呢，得菩提心入片之海啊。前面是讲他所救拔的根基，这以下讲他得到的利益，都能够发起菩提心而成就啊正片之正。正呢是讲大乘的实质，就是空观的智慧。片支呢是讲啊菩萨的假观啊全智啊。一名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这个一中立名啊。如来密印呢，就是前面的啊题啊，十方诸来的秘密之音啊，非凡二乘跟全教菩萨所能了知的啊，叫做密音。那么修正了义呢，正是讲到本经的中，就是空假中的智慧，依止空假中才能够达到修正了义啊。这个以中啊，中就是他修学的方法。看下一段，一名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菩陀罗尼咒，这个是体跟中两个。大方广就是讲体啊，其实大方广就是大佛顶的啊，就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妙莲花是讲比喻啊，它是出污泥而不染。那么这两句话都是讲体，看中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依这个体所产生的智慧呢，是十方诸佛之母啊。十方诸佛都是依止这个称性起修的空假中三观啊而成就的，
而且这样的一种智慧呢，能够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叫头脑一众。啊，这是体众立名。看最后一段，因果立名，一名灌顶章句，诸菩萨妄恨守楞严。那么灌顶章句是讲它的出处，因为本经是出自灌顶部所露出的属于密教部的章句，叫灌顶章句。那么诸菩萨妄恨呢，是讲整个修行的因地，它有55位的真菩提路。那么它的果呢，就是成就这个守楞严，就是坚固而究竟圆满的真如。依止一念心性而修学，最后还是会回到一念心性的真如，叫守楞严王三昧。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的安立的五个经体，就是包括体中用。看丁二的总答奉旨，如当奉旨，这是总结了。我一倒是把这个奉旨这两句话讲得非常的妙。他说这个奉旨，什么叫奉旨？他说你不管做什么，法法消归自性，这个就是奉旨。法法消归自性。我过去啊，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呢，去正觉金色听清宫上人上课，我觉得他老人家上课，那真的是称性即修，潜修在性。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称性即修、潜修在性，我建议你看看清宫上人上课。他老人家上课啊，不管下面干什么他都不管，睡觉的睡觉，怎么他都没关系，他讲的自得其乐。他讲课就是完全呢、称性即修，从内心讲出种种的法义，这个法义还是开显他自性的功德。所以称性即修的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外在的因缘你控制不了，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是这个意思。所以称性即修的人呢、没有什么末法时代啊，没有这种事情。心性还有过去、现在、未来嘛？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这念心就是这个相貌，现在还是这个相貌啊。所以你要，当然你要说哦，我是假借外境在修学，那的确是末法时代，那你感觉得出来，那的确是魔强法弱的时代。但是你要法法消归自性，那就事在人为了。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法、相法、末法，你那念心能够转过来就是正法。你能够把你自己升起的妄想把它不随妄转，那就是正法嘛。那你要跟着你妄想在动，就是末法嘛，就在一念之间而已嘛。所以这个如当奉旨，就是说就在你当下那一念当中啊，你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你的观照力要现前，不迷不取不动。你做你该做的事，你做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这是如当奉旨。好，那么我们看第五颗，借破戒恶法为问端，广释七句差别。其实前面的理观呢、讲得很详细的，其实后面这两大颗啊，佛陀在讲四相的因缘。一个是破戒的恶法，第二个是对治五蕴魔境，这两个啊。那么假借破戒恶法为问端，这个地方的破戒恶法，这经典当中提到三个人，第一个宝莲香比丘尼，第二个琉璃大王，第三个善心比丘，他们整个破戒跟破戒的过程来当作问端啊。那么佛陀趁这个机会呢，广泛的说出了三界的业因跟三界果报的种种差别。那么一般我们讲六道轮回，这个地方讲七趣啊，是包括仙道，把这个仙道也加上去啊。分两个一，申请二四达。申请当中呢，分两个一，金家续玉；二当机正勤。看第一颗金家续玉，说是已矣，即时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观大那义，见闻此经了义明目，顿悟禅罗修尽圣位，
真善妙理，心理心语，断除三界，修心六品，维系烦恼。那么这段呢，是结集经典的人呢，叙述阿难尊者所得到的利益啊，不是阿难尊者自己说的，是结集经典的人把它描述出来的。说是已矣啊，就是说佛陀讲出的前面五种经题以后，讲到本经的体中用以后呢，阿难尊者呢跟法会大众呢，那么得到的如来的开示啊，开示什么呢？这个密印啊，就是成佛的最关键的一个无上宝印，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找到你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来当起修。那么这个密印也就是我们说的摩诃萨埵多巴达那，就是大白伞盖的意思啊，得到这个题，而且得到本经的了义的名目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以后呢，他能够顿悟禅挪。这个禅挪啊，前面是了解到题，这个地方讲到宗啊，依止这个不生灭心啊，产生这个禅挪，这个禅挪就是圆顿止观啊。啊，修习空假通三观，而经历的啊，整个五十七个阶位啊，从刚慧定、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实地等觉妙觉，那么最后成就一个殊胜圆满的真如之理。那么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阿难尊者他的功德呢就讲出来了，心力虚拟。阿难尊者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妄想的心啊，转成止观的心啊，断除三界当中啊，修心六品，维系烦恼，断除这个异界当中的思惑啊，前六品的烦恼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阶位呢，从断德方面呢，等同小乘的恶果啊，小乘的恶果。这个三界的师父有81品，他断了6品。好，好，我们看丁二的当机正寝。正寝当中分两段，第一个赞谢，第二个成礼。先看他阿难尊者呢，一方面称赞如来的威德，一方面敬谢如来甚深的大恩。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合掌恭敬而拜佛言：大威德世尊，实因无遮，善开众生，维系成惑，令我今日生性快乐，得到饶益啊。那么阿难尊者这个时候从座位而起啊，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拜佛言，他说啊，大威德世尊。这个威呢，是指的赞叹佛陀啊赐受有的功德，佛陀依止戒定慧而断除的烦恼，名之为威。那么这个德呢，这佛陀呢能够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啊，来救拔众生，叫做德，赞叹佛陀利他的功德。那么依止大慈悲的慈意呢，能够无遮啊，不拣别众生的贫富贵贱，平等的善巧开导一切众生啊，维系的烦恼，使令我今日能够身心快然得到饶矣，身心世界非常的愉快啊，那么色身非常的安然，而得到广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地方的身心快然得到饶益啊，我大师说呢，就是前面的顿悟禅挪的意思是一样。这点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菩萨得到大佛顶的密印以后啊，会身心快然得到饶益呢？我们一般人啊，心是向外攀缘的。我们一个人向外攀缘的时候啊，你会发觉成佛是很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你心一动的时候，一念方动乌云遮嘛，你六根一发动，去碰撞六尘，就把六识创造出来。这个我法二识，整个我法二识一创造以后啊，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就很复杂，弄得很复杂。所以我们觉得断烦恼很难，要成佛道也很困难。但是
你研究本经以后，你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称性即修。你往内心去观察的时候啊，你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原来烦恼是如梦如幻的，无量的功德也是我本具的，所以烦恼是可以断的，既然我本具的功德也可以开显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产生了大乘的正性。诸位，你去看看《大乘起信论》啊，他菩萨的起信啊，虽然刚开始仰仗佛法僧三宝啊，这个助缘啊，但是他真正的起信是性根本。菩萨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之所以不退转，完全就是仰信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圣不证，从自大不二当中产生的那种菩提心啊，才真正的是大乘的信心。所以他到这个时候，虽然对阿难尊者来说，他的断德等同恶果，但是他对自己的成佛之道产生了信心，所以身心快然得到饶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段呢，藕益大师说啊，这一大科呢，借破戒二法为问端，而广信七戒的差别啊，主要啊，佛陀啊，要强调持戒的重要。这一段的宗旨就是啊，若无出世的妙戒，皆无出世的定慧。因为前面一路走来，佛陀把这个止观啊、空假中三观讲得很详细，但是对这个因缘的断恶修善呢、啊，业果这一部分讲得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做一个补充强调这个理观不能障碍事修，事修也不障碍理观。但是这一段的这一大科的经文强调持戒的重要，所以维大师说啊。这一段经文有一点呢、啊，佛力坛场的味道，就是涅槃经呢、啊，一方面谈真如佛性，一方面强调持戒的重要，有佛力坛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